今朝在了东台湾的看到发展站文化局委托新台的考古团队，研究主管对发展市受风风林了的地方的游戏，发现头白岛以下东南亚附近当时行游戏，几千年来都类似台湾的发展。所以考古团队安排3000年前发展市最近就做到东湖的游戏交流。3000年前的玉，它上面呢、是一个小动物啊，可是是台北出土的，可是玉是花莲的玉啊。上面这个很像是一条船，比较长的啊，就我们这里断掉了。船上面一群人手牵着手，这个又好像是一个装饰品，上面有一只小狗。台湾的人跟狗的关系至少5000年。对花莲的玉器遗址当中，最早发现的是5000年前的小凤雕岩脉遗址。最近两年，在对花莲市花岗山那双门轮陆续发现，就民众认为遗址是对文化保护取得挺大的贡献。那我妈每天就从四楼的窗户这里，四楼这外面这一间来监工，然后我每次回去就跟我报告进度到哪里，最多多少人，我有亲自看到，太感动了。多利亚遗址考古团队对法林国家乡镇已经发现双门轮、花岗山、岩脉、冲岗、罗山等的玉器遗址，同时部分的玉器还是土海的东南亚玉器。有三个区域，其中一个区域是台湾人，那个台湾人就是花莲人。花莲人原来在2000-3000年前就跑到东南亚去做生意。刘志昌教授的考古团队对法莲挖到调查的几年，空运法莲是台湾牛沙的重镇，所以研究团队建议，人当对法莲设立牛沙展馆，本台家地台湾从台几千年，然后东南亚牛沙是现在让文化传播交流的历史。下个新闻中，关心法莲报道。